大家好，我叫梁莎莎，然后我是中国人，来自中国，然后我现在在蒙彼的SM Français，然后学法语，我在这边学了6个月的法语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学校非常的好，然后老师呢上课也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非常棒吧，然后非常喜欢这个学校，如果大家有意愿就是学法语的话，可以选择这里哦，谢谢。